放心，清侧庄一切安好，我和重云分头看守，他在外，我在内，没问题的。我的调查也有了些进展。准备行动了吗？我们一起行动吧。旅行者派蒙来得正好，这段时间我四处搜查，找到了有关盗宝团的线索，除去车辙痕迹，路上还有极少量的烟花包装纸碎屑。我追着线索找到了失踪的货物，却没见到盗宝团的人。比起逃走，更像是掉以轻心。我猜那里是他们用来囤积赃物的据点，他们可能认为囤货地点足够隐蔽，就没安排多少守卫。樱花数量惊人，我想应该不只是清侧庄的份，放在别处的樱花也遭到了盗窃，所有赃物都汇总在那里。我已经让驻守清侧庄的千言君火速赶往总务司报信了，总务司会召集人手，以囤货地点为中心展开搜查。既然已经通知千言君，那应该不用你亲自出马了吧？盗宝团向来狡猾，也许还安置了别的游击人员，如果他们察觉到异样，临时把烟花运走，那我们的线索就又断了。我得盯紧一点。你是不是在想，如果人数不多，就一个人去把他们全打倒？如此鲁莽不是我的作风，我只想做好侦查工作而已。不过嘛，现在有你们帮忙，我觉得这个想法也不是不行。认真的考虑起来了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出发吧。对付贼人，务必要注意安全。这群盗宝团应该是想回来检查烟花。二位，请躲藏起来，我们静观其变。老大，这么多烟花够用了吧？你小子胡说什么呢？就这么点儿，怎么可能够啊？可是老大，要是还想弄到更多烟花，我们就得进城去偷了呀。实在不行，弄点没亮光只会想出声的那种，那种叫什么来着？闷爆竹，就那个也行。总之，我们的目标是，到时候尽可能弄出大动静。只有把那群千言军全引过去，其他兄弟才好下手，懂吗？懂了，老大英明，这次肯定能捞一票大的。不过老大，兄弟们全出去放哨了，留在这儿的人是不是有点少？放心吧，海灯街有的是事儿，够千言军忙了，他们绝对不可能来这里。所有人打起精神来，再弄几批货，我们差不多就要……老大，老大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消息漏了，千言君已经来了，还把我们散出去的暗哨都拔了。要不是有个兄弟点爆烟花事情，我都没法溜出来。老大，我们快逃吧！千言君是怎么知道消息的？还来得这么快？不管了，烟花就放这儿，我们先撤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看来到我们出手的时候了，一起上。你是玉恒星客情？你认得我，算是有几分眼力。我重申一次，放下兵器，束手就擒。没想到会在荒郊野岭撞上玉恒星。兄弟们，跑不掉就和他们拼了，咱们上。撤撤撤
可别眨眼，无处可逃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在玉恒星手里，我认了。换我问话了，你们囤积大量烟花是在打什么主意？我们只是坦白从宽。这些烟花是我们预备偷偷运进城里的，我们想赶在海灯节开幕的时候点燃它们。烟花又响又亮，一旦点燃肯定会引起大乱，我们想着趁机冲进城里捞一笔就走，可是数量似乎不太够，所以好、哦、如此说来，你们安排了不止一队人在外盗取烟花。是原本派了很多兄弟去偷烟花，可突然听说有个不走心的让飞云商会抓住扭送官府了。我也觉得奇怪啊，又关飞云商会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偷的明明是官家。总之我担心这个被抓的小子把整件事供出来。谁能想到才没过多久就被您逮住了。喂，你们的人刚刚是不是说过千言君也来了？是啊，千言君也不知怎么似乎提前得知我们布下了暗哨，他们无声无息的几乎把暗哨都给拔光了，要不是有人通风报信，咱们都得被抓。现在不也是被抓了吗？这看来千言君是把那个盗宝团的嘴给撬开了，这附近说不定还有盗宝团残党，安全起见我们先换地方。旅行者，我想请你帮忙把这批盗宝团押送回清册庄，交给驻守的千言君，我再检查一番，之后也会赶回那里。你也是，稍后我们在清册庄见。这可是我能弄到的最后一批烟花了，千万不要出问题啊。您就放心吧，玉恒星大人亲自出马，又有我们在此驻守，保准安全。所言甚是。旅行者，你回来了，后头还跟着两个人，莫非？深入敌营实在有些危险啊，要是我也一起跟去就好了。别这么说嘛，旅行者的实力你我都知道，不过真没想到我们竟然误打误撞做了件大好事。对啊，太巧了吧。看来侠者大义本就存在于天地之间，机缘一到自会有奇事造访啊。你们这两个坏东西，就是你们偷了烟花。真是气死我了。您冷静啊，总之人抓到了就好，真是谢谢你了旅行者。不过克勤大人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？克勤说他担心附近还有其他盗宝团，要在四周搜查一番。这样啊，克勤大人办事果然周全，刚才也有一批千言军过来了，应该是总无私的安排。听说大部分逃跑的盗宝团成员都已被逮捕归案，我们也可以稍稍放心些了。这几个盗宝团成员交给我们就好，稍后由我押送回城，保证让他们和他们的同党一同受审。这么一来事情也算解决了，虽然很想留下来看看烟花，但我们也该走了。行秋，你赶着回飞云商会莫非是有什么工作吗？节庆期间难免有些忙碌，不过别担心，家丁会帮着处理的，再不济重云也能来帮忙啊。你怎么还给我找事干啊？身为好友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忙完才能出去玩，这个道理你总是明白的吧？也不是不行。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只要把工作合理分配给适合的人就不会有问题了。
我倒觉得能收灰道才是顺利把工作分配出去的前提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别介意，忙完我请客。那我们就先告辞了，旅行者。说起来，旅行者，你知道客勤大人什么时候回来吗？我带来青色庄的第二批烟花数量有限，有些担心点起来阵仗不够大。我在想，要是能把那群贼人偷走的烟花找回来就好了。是爆炸声，难道是烟花，是大宝团干的吗？糟糕，那他不就遇到敌人了吗？我们快去帮他。怎么搞的？喂，可晴。哎，大宝团。刚才我们听见爆炸的声音了，是不是盗宝团又在用烟花通风报信呀？不是，我看见几个烟花落在地上，就随手摆弄了一下，没想到一不小心点燃了导线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烟花已经上天了。没有敌人啊，那就好，我们还以为你被坏蛋包围了呢。抱歉，让你们担心绝非我的本意。幸好附近没有余党了，这件事也算是告一段落。太好了，这样一来，烟花失窃案就算是顺利解决了。还好没让那群坏家伙得逞，不然那么多好看的烟花都被他们浪费了，我们看什么呀？对了对了，柯琴既然是烟花会负责人，肯定知道烟花的最佳观赏地点吧？这是当然，观赏烟花的最佳地点非群玉阁莫属。放心吧，我记得我们的约定。不过现在我得去一趟总务司，给烟花案收尾，相关事务交给我就好。你们二位辛苦了，趁着闲暇可以先去城里逛逛，等我忙完就来跟你们会合。好吧，要来哦。一言为定。啊，柯晴好忙啊，忙完来跟你们会合，我们真的能等到他忙完的时候吗？我算是明白为什么宁光小姐会担心他了，再这么下去，他真要错过海灯节了。对啊，说好要跟他见面的呢，刚巧我们也搜集了一些有关休息的看法。钟离说过他会在三晚不过岗等我们，快去那里找他吧。咦，那是先生所言甚是，您的建议我都谨记于心，相信会对下次演出大有帮助。云先生客气，能听取建议，难怪云先生的戏越长越好。非也非也，我虽然年轻，倒也有些傲慢，可不是什么话都听得进耳。先生学识过人，才能说服我。钟离，我们回来了。哦。嗯，原来你们也认识。认识认识，不是什么人都有机会认识像钟离先生这样渊博低调的人的。旅行者，你人缘还真好。云先生谬赞，我一介闲人能有幸结识旅行者，实在是面上有光。还真敢说啊，他是有事要谈对吧？我就不打扰了，刚好稍后约了新宴，请容我先走一步，二位慢聊。云先生慢走。哦哦，回头见啦。二位此行可有收获？这种种意见在你看来又是如何？对对，来这里的路上我就在编了，
我们的目标是用浅显易懂的故事说服客卿，没错吧？我认为用吃做主题就行，好吃的东西谁会不喜欢，说到吃也更有心得，选这个角度百发百中呀。哼哼，这次我可是很有信心的哦。假设有个璃月厨师，厨艺了得，做饭好吃，他在璃月港里开了一家大大大酒楼，每天都有许多客人上门吃饭，所以他每天都忙个不停。然后后面应该怎么编来着？好像可以，不过为什么呢？明明刚才还说他很会做饭的呀。不必急于陈述结果，再多说些厨师的事如何？厨师的事好坏都行吗？没错，知其人才可论其心。我想先认识一下你口中的角色。我倒是没想这么多了，还是你来吧。既然听了别人许多观点，不妨也将其融入故事，有理有据，更能服人。哦，我想想，流云接风真君是怎么说的来着？种果得果，等的便是这份收获的喜悦。学的倒是有几分神韵，是吧？我想起来了，他说过，要是废寝忘食的制作机关，以至于没空亲自验收成果，那就相当于厨师不吃自己做的菜，肯定会出问题。本末倒置，不可取。对对，他也是这么说的。那故事的大厨就该是这样，做得一手好菜，却不会亲自享用。不享用自己做出的佳肴，一定有其原因。嗯，因为他很忙嘛，每天要亲自接待客人，亲自点单，亲自进厨房做菜，这些事就够他受的了。每天从早忙到晚，根本没时间休息，自然就没什么时间吃饭了。讲故事嘛，就是要夸张，要爆炸，砰，像烟花一样。大厨不愿将深爱的事业交给伙计，又过于信任自身手艺，凡事都要亲力亲为，一听就是劳碌命啊。对对，他就是不懂这个道理。好像还有一句重要的话，是什么来着？想起来了，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，燕飞说的。大厨越来越忙，忙得腰都弯了，眼圈都黑了，客人们也劝过他关店几日好好休息，可大厨完全听不进去，迷雾障目，也难怪只顾眼前琐事，望不清远处高山。到后来，大厨的精神越来越差，菜的味道也大不如从前，客人又说不过他，又吃不到好吃的，渐渐就不来店里了。休息二字向来重要，虽说人生在世各有难处，但勉强终究不是良策。故事简单，道理却很充分，听者若有心，便能参透各中真谛。什么意思？是我编的故事很好吗？真诚可使人明智，忠言能指点迷津，确实是好。玉恒星才智傲人，定能领悟你们想要传达的话语。真的？太好了。案件告捷，他也该感到疲惫了，此时进言应是恰当之举。依我看，二位必会马到成功。嘿嘿，钟离就是会说话，你能这么说我们就放心了。走，快去找客卿吧。祝你顺利，旅行者。此事暂告一段落，但我们不能懈怠。青色庄周围加强巡逻，其他烟花布置点人手也要合理调配，以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。是，
客卿大人。对了，上次总务司说过要千岩军增加值守路线，这件事执行的怎么样了？都安排下去了，只是种种原因，城内还有几处死角未被纳入路线。新的巡守图做好了吗？给我一份，我有空就过去看看。明白，巡守图还在绘制，还请您等一等。嗯，还有，客卿大人，您的好友来了。客卿，你怎么还在忙呀？不去看烟花了吗？哎，不是约在群玉阁吗？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们照你说的在城里逛了一圈，景色很不错，要是你也在就更好了。所以是还有什么事没做完吗？急倒是不急，小事而已。我本想尽快处理。无论什么事交给我们就好。客卿大人，您忙了这么久也该休息了。如果我没猜错，旅行者就是来请您休息的吧？是非常重要的事，必须现在马上拉着你到旁边去说的那种。是这样吗？那锦城，这里就有劳你了。明白。旅行者派蒙，我们去群玉阁上说吧，那边景色更好，人也少些，适合谈话。到这里应该可以了，具体是谈些什么呢？想请你就着美丽的风景听个故事，可以吗？好，我洗耳恭听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刚才听人说提瓦特出了件大事，有个超厉害的厨师遇到麻烦了。是离月明厨吗？琉璃亭的人还是新月轩的人？不是不是，是蒙德大厨，非常厉害的那种。原本他的餐馆开在城门口，厨艺非常厉害，做菜又快又好，客人们总去他那里用餐，渐渐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旁边花店的店员看他这么忙碌，就劝他，先生，是时候找些帮厨的人了。可大厨不乐意，他说这些上好食材只有经他的手才能成为佳肴，别人帮不了他。自信的人才能做出好菜，他应该是个不错的厨师吧？他周围的人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没想到才过了半年，这家店就无人问津了。嗯？很惊讶对吧？那你要不要猜猜原因？嗯，是大厨忙到生病了，还是……嘟嘟，回答错误，你来说。回答正确，大厨就是因为顽固才变成那样的哦。他呀，实在是太忙了，每天都想着把菜做得更好，让客人宾至如归，却忘了自己也是个要吃饭要睡觉的人。他忙得没空吃饭，自然也不会去尝自己做出来的美味佳肴，困了也不愿找人帮忙，总是觉得只有他才能做出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到后来人们觉得自己帮不上他，陆续从他身旁离开了，而他自己也因为忘了菜肴最初的味道，变得不再厉害了，最后连店都倒了。原来如此，过分自信反而使人失望，操之过急却失了立场。所以故事说完了。哎，对啊，应该没了吧？咦，不是说我编了个好故事吗？编？啊，不是，我们只是……怎么说呢？这个故事确实简单，也没有令人惊喜的后续。凡事知而后动，尽力即可。我当然懂得这个道理，只是事情落到自己身上，偶尔也会失去分寸。是啊，走上高山便会看到山间云烟，登上船只便会望见海上迷雾，所以才要不时看看自己身在何处，要拨开迷雾看清真心。那此时此刻
柯晴的真心是什么呀？我的真心，我的真心应该是让时间变慢一些，趁此机会到城中走走，见见该见的人，看看该看的烟花。回想起来，从前的我办事比现在更急躁，与我共事的人熬不过三个月便会辞职。你说的没错，分寸感确实非常重要，不过我也是有在进步的，应该看得出来吧。而且我答应过你和派蒙，我们说好了要一起欣赏今年的烟花会，所以海灯节快乐，旅行者派蒙，能与你们相聚于此我非常高兴。本次烟花会由我负责，我已竭尽全力做到我眼中的最好，无论如何都希望你们能享受这次盛会。能像这样停下来看看烟花，看看璃月港，实在是令人幸福。海灯节快乐。海灯节快乐。还有，谢谢你们。旅行者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，千万别走啊。哎，看来是有重要的事呢。帮着做了套新礼服，说是异域风格，如何？好看吗？好看啊！是时候了，旅行者，请欣赏今年海灯节的压轴节目——烟花会。穿的什么？很新潮嘛！能令见多识广的北斗船长赞叹，这身衣裳也算有面子了。来来来。白大夫，
辛苦您今年也来出诊了。您客气了。海东姐。海灯节快乐。海灯节快乐。如何，今年的烟花会好看吗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期待节日的人感到高兴。真的，应该不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吧？有意见要直说。总之，节庆期间你有时间的话，记得到处走走，景致难得，不要错过。我的空闲时间能再多一点就好了，真想带你四处逛逛，让你看看我们为这次海灯节精心准备的布设。如何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期待节日，真的，应该不是为了，总之，我的空闲时间。